我先在 C 区死藏着了，先躲好。后期如果咱们人还多的话，咱们可以尝试反杀。一定要确认有一个是死藏的人就可以。那么大哥哥，对，请背上你们的牛气包。 提醒大家，在园区里看到这个标志，就可以到附近去做任务，领取更多的返场卡呀、抽取卡之类的。这一次有任务环节，大哥哥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出发！让你们骄傲了吧！加油！加油！Hello， 早上好。嗨，你好。蔡国庆是我不会忘记的名字。 蔡国庆，化成了灰，我也认得。对不起啊，我现在就是一个 Hello Kitty 的 Daddy， 上面全是我的崽崽，别看他们小，可以保护我这个大猫。Hello Kitty，Hello Kitty 的 Daddy。 你们注意一点啊，兄弟们，再散开一点点，对，保持好，看好周边，离我的距离稍微再大一点点，后面你再离大一点点，你们注意后方不要有人跟进，啊，这里有危险啊。 大的玩偶有没有人形的？啊？怎么了？哇！你们家出局了！你们家出局，限时出局卡失效。哇！ 我的军师这么快的终结了，佳佳，你这玩的是什么套路？你真的太过分了，我真的不想跟你在这。我有点激动，我想叫，快拍我一下。你就拍一下，拍一下。没事，看着点。没事，看着点。